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指挥孙鹏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场音乐会，里边你可以听到高山，听到大海，听到江洋，听到小溪，去感受瀑布，感受山水，走过武夷山，又回到我们的大唐华清池。我们这里有秋天的景色，同时也有春天的如潮。4月20号，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，山水合韵音乐会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视听享受。期待您的到来，我们不见不散。